朋友们，我现在在这个北京天安门广场边上的这个六 B 居这里啊，据说他这里啊，咸菜能卖到100多块钱一斤啊。然后看一下我现在的这个位置啊，然后我这个蓝色的底儿啊，就是我的位置啊，然后这一片呢就是北京天安门广场啊，然后我身后这里呢就是六 B 居啊，算是一个北京的百年老店啊，距今呢是有将近500年的历史啊。我在网上听说啊，他们家有的咸菜啊能卖到100多块钱，现在去看看去啊。看看啊朋友们，这个就是六 B 居的这个店门口啊，据说这几个字啊是明朝的那个猛人啊严嵩给写的啊。为什么是叫做六呢啊？因为说是据说是开门七件事嘛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然后他们家呢是不卖茶啊，只卖前面的那个六种啊，所以呢就叫做六 B 居。然后他们家啊，据说是还给这个宫廷啊供菜呢，所以呢可以看到啊，这门前呢就有一个这个给宫廷送菜的这个铜人啊。咱们现在去里边去看看去啊。卖咸菜，这里边人好像挺多的啊。看看啊，这里边就是店内环境啊。然后后边是博物馆，然后前面是卖的。咱们去看看啊，看看他们的菜价啊。看啊，这个咸菜109，黑酸腐啊，应该是这个啊、哦，这个，然后这个甜黄瓜啊，63块钱，啊，就那个，给你拉个镜头啊，这个挺贵啊，100多。这个不错啊，鲜牛筋51块钱，这个好像不是很贵啊，啊，就这个鲜牛筋，这个是糖蒜，看28啊，就这个，这个是麻仁金丝24.8啊，这个是萝卜干啊16块钱，炸酱菜这个是24，啊，就这个。这个是甜辣地姜片，应该是这个，28块钱啊。然后这个是焦香瓜仔，啊，是这个，42.8。这个是甜酱三仁45，啊，应该是这个吧，应该是这个啊。你拉个镜头看看啊，看看这个啊。68块钱一套啊，里边有220克什么麻仁金丝，220克的脆鲜瓜，还有这个28酱，还有这么的杂酱啊，总共是68块钱一套啊，就这个一点。拎起来看看啊，68块钱。朋友们啊，这个就是北京天安门广场边的这个六 B 居啊里边的这个价格啊，你们感觉这个价格怎么样？我就是随便拍了几个，拍的并不是很全，有些价格特别低的，他们家也有这个个位数的这个咸菜呢啊，但是我好像也不多哈，有，但是我没拍啊，你们觉得价格怎么样啊？那这个视频呢就到这里吧，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啊，拜拜。